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 I'm OP, and in today's episode we'll be going over some of the best highlights from today's LPL 2024 Spring Split matchup.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dive straight into the action. 越来越少出现一级团了，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在前期变得可控，但是这里就闪现W才了两个人，结果接到个完美的配合，W E的下路率先制人。 红这一波刚刚到草里面蹲住，这Snake就是。而 EDG 方面，杰杰控掉了第一条的炼狱亚龙。看一下 Solo Q 会不会把这个冰清掉？如果把冰清掉的话，还有闪，会比较危险。但是 TP 过来直接保兵线，就是要强越，先 Q 晕，没办法了。嗯，硬杀下路，哎。 又勾到了，那没事了，应该是 必 死无疑了。Snake 一技能往后滑，但 C 求保险还补了一个漫天飞雨，他有点，他应该是以为对面已经回家了，或者是在塔下等兵线，所以直接走在了兵线前面，给到泰坦一波非常晚。W E 凭借前期的优势啊，资源应控尽控。现在 E D G 应该就是会稍微侠摸一下，利用这个。 虚空如虫的伤害就好，推掉了，看看泰坦。哎呦，过来直接锁，找到 Snake 交闪现拉开这个距离还不错，效果，这波是化解了一波危机。闪现勾稍微预判了，里面的人了。我的天哪！本身就缺乏先手的情况下，对面有一个卡尔玛，再加一个风轮魂，这个拉扯能力有点太强了。是，哎，空中被拉断了，是不是一个机会呢？应该小红没闪现，机勇要不要拉一下？那秒掉小红。 EDG 找了波好机会，来搜罗Q的恶火树链，可以续一下小龙的W，这边可以去推中路的二塔，因为毕竟是风龙，他们可以完全没必要来接。没错，口子卡住了，EDG 有点尴尬，但还想尝试一下卡尔玛，现在小破壳但被拉开了，边打龙边拉扯，W也没有选择就去，他直接推中塔就好了，因为毕竟没有打野，这个小龙是争不掉的。哦，不想放 EDG 这个风龙魂吧，但是。 对方有打野，中野又想搞事情，看一下这小地图，即将和哎呦中路解锁两个人跟上一棍，那可惜都没命中。The Snake 这一波没闪现是直接倒地的，而且 W E 说走就走，纪律性拉满，打了就转，转了就撤。今天 W E 的主打的是绕后，上一把是矮汪的话，应该他是跑不掉的。嗯 ，A 锁应该是必杀的。对，但他可能就是想着看能不能对刚打出闪现的杰杰动手吧，这样有机会直接动大龙。这波还闪上来，杰杠一个勾一个柱子，反应很快，杰杰，但是威武已经绕过来了。好，你说带回来的杰杰，杰杰反应快的柱子，但没防到身后还有人，那个袭套。 V52 有一个 W 减伤，而 Q 找到了 Fisher， 隔墙牵一个链子，好在 Fisher 给了一个 EQ， 稍微消耗一下。但这一波虽然抓到了杰杰，但是 W 没有远见改造这个大龙，杰杰有闪，W应该可以顺利收下来。柱子反而卡了一下自己的队友，没什么机会了。兵不血刃拿下了纳什男爵，在25分钟这个时间点，至暗时刻，最大的危机啊，两路要被推。 蛇哥上来划两套，但只能打。刚泰坦也是直接勾到米流，但是最后也是没有能够击杀掉。两个 TP， 但是 V2 的这个 TP 可能会有风险。被包了，但是他有没有机会走？身上是有一个大招的，先带一个溜，没闪，往后跑。杰杰这个位置反而自己还要被反杀，一打三被反杀，你说的对，但这就是亏桑提。开启全胜状态以后，无人可挡。 此次发生的画面，下路二塔也是被W直接拿到，但是现在中上兵线还没有过来 ，EDG 可以专心的防守一下下路。RQ 打消耗，分心伤会给到了V2，V2有W 也不着急，哇，这伤害真的就四个字捉襟见肘。霞交了大招之后 ，W 这波应该也不会再继续推进了。下条小龙马上刷新，拿条小龙感觉可以顺势回家了。这条大龙其实赚的已经够够的了。TP7。 真的很难找到方法了吗？野区又找到了，杰杰再次在野区被逮 ，W E 可能要前往下路的高地了。还有最后一秒的大龙 buff 已经消失，但有没有大龙 buff？第一时间 EDG 没有能够来回防，这个塔应该是有了。是的，还在上路带线的 Fisher 似乎也没有办法支援队友。现在回家，但是 W E 要两路了呀，10000多 ，EDG 很难再赢了。 Edward Gaming EDG， 这支曾经无数次踏足山巅的强力战队，而如今迎接他们的，似乎是看不见曙光的漫漫长夜。大厂6连败就在眼前了。
但他们好像也无能为力。五人健在 WE 非常强势，但 EDG 已经是盾兵错位了。W 往前给点压力，往前 Q 三没有撬到，但无关痛痒了，再给一个 RQ。 最后一个塔被倒钩拉到了 ，Snake 有点危险。哇，点塔加点人 ，EDG 没有任何的办法。舍哥英雄弹起来，勾到了 solo Q， 他是一个穿甲剑，他能做什么呢？想杀王底能不能秒掉是一个问题。没有秒掉，侧翼姐姐再次陷阵，但是这次他有死无生了，剩了一点点的残血。 V2的恩在水源当中，solo Q虽然拿了1000块找风火，但兄弟们点击地就能获得比赛的胜利。 WE 的众将似乎还没有玩过瘾，还要找 solo Q 替兄弟报仇。我们恭喜 WE 完成了对 ED。 These were some of the best highlights from today's LPL 2024 Spring Split matchup. Which moment was your favorite? Let me know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This is OP, and I'll see you tomorrow. Take care.